来是讲哦，恁来遮餐会拢有买餐券，我想食饭啊，搁开啊多钱是要创啥？我看大家拄啊来，许心情敢小可郁准郁准，即几年大家拢无啥，拢郁准郁准哦。但我感觉恁听阮即少年愈讲，敢那心情愈好啊，大家愈有笑面对哇。啊，这个餐券买的是值得啦哈，对吧？啊，搁后壁搁做些少年的啊，大家愈听心情愈好啊，台湾愈来愈有希望啦。黄志豪律师，伊是一个足有趣味的律师哦，伊是咧美国读大学，才转去台湾读法律，考到律师。啊，以前拢毋是安尼啦，台湾的律师派考拢是毋敢考，啊来美国考律师的吼，伊是美国读一下转去考上派考的，啊伊阁是宜家师，啊阁是品酒师，真正是正常的法律人，啊但是咧台来看伊足奇怪。所以台湾真奇怪，愈正常的人愈奇怪。